请收看《唯心世界》老祖先机。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今有曾胜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欢迎收看《老祖先机》，师父慧严禅师开示：古圣先贤来到世间，佛菩萨、圣神、仙佛，他们所说的真理，都是一时。就是一时，一时就会进入我们的心田，开发每个人的心田的智慧。这也就是性天心地相应光明。我们今天老祖先机真的非常的难得，邀请到的就是后礼道场三宝寺陈光雄陈贤士以及吴阿庄吴贤士。陈贤士，你好，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是住后里三宝寺边啊遐吼，我姓陈名光雄啊，师父我的法号就是元贤哦，感谢在起头前的朋友甲师兄弟吼，阿弥陀佛。是，接着呢，这就是我们陈光雄贤士的师姐啊，陈吴阿庄，阿庄贤士，你好，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好，严肃金前面头，对，前面头，哎，管你。大家好，我是陈吴阿庄哈，阿弥陀佛。啊，我们很高兴嘞哈，这贤伉俪安尼哈，结婚到今嘛，唔知偌久的时间啦，阿庄师姐。五十几年啊嘞。五十几年哦，算金婚啊嘞哈，哎，金婚了嘞，不简单不简单咯。那所以说进入三宝寺哦，这段时间以来结婚了后，就入来阿妈，就嫁咱师父来结缘啦，还是阿未结婚的时？结婚了后才结吧。哦，结婚要再告诉别人的对吧？可是呢，这件问题呢，我就要请啊我们的陈光雄先生哦，来给大家分享一下，这是谈恋爱，或者是经由媒人来介绍的。我是媒人做介绍的啦，比如公司的小姐哈，看我歹歹啊，紧甲报一下我啦。这是较早伊迄款，伊啥伊公司，伊即做过，伊即做的时阵啊，介绍迄落的啦。好，伊是一间公司，伊阵啊是还未开工。是，所以迄阵啊，你看着师姐，你感觉你有点头，是师姐有一点嘛，都有让你印象。我无我歹势歹势安尼啦。知影都啊，阮老恁指导人咧讲讲安尼啦，你去看恁若好就好啦吼。嘿。啊我。来一定着阮，这着我责任啦。啊，若我家己乱爱吼，唔好我爱负责啦。啊，恁爱我一定做起我责任安尼啦。好安尼哦。哎呀，啊伊都，阮是人好啊好，都甲带安尼啦。好安尼哦。啊伊都怣怣去我骗来伫方圆市内，我叫伊熬你。哦，这其实吼，师傅在甲咱开心哦，这是精神啊。你已经讲好啊，好，咱这些要来做翁仔某的，绝对不是小欠债。所以说呢，可以看到，就是说我们陈光雄就是贤伉俪哈，也是跟夫妻的感情非常的好，而且呢，就是有共同的目标，也就是希望呢，好好的在人生的旅途上面，那互相来相随相伴就对了哈。
不过呢，我想就是还没有介绍我们陈师兄。我们知道，就是说师父有给给你一个法号叫做圆玄啦，哈。啊，这个法号之前哦，师父讲另外一个法号要给你，结果为什么你讲啊，这个法号好像不太适合你呢？八十九十四年的款啦，吼，啊，师在三宝寺上课啦，啊，讲啊，我甲你，用叫我讲样，讲啊，我甲你学一个法号，我讲好啊。伊讲叫做圆广啦，啊，圆广哦，广东的广啦，就是广大的广就对了。我书卖啦，我都最爱讲话，你讲叫做圆广，我都嗨啊，我逐日嘛咧讲话啦。书讲无卖王，好啦，安尼啦。啊，经过头一个月，书就电话过来，我叫我迄日爱过生活室啦。啊，迄日主要那敢那法师甲讲师有开会啊。法讲师会议。哎呀，啊，伫你都讲啦，啊，书我叫讲，对你拢。法师啊，我是要来创啥呢啦？阿叔头一日就摕一袋那个我画的迄变化，本来伊讲假讲，本来这袋是拢国纸互你念的，你这袋我特别甲你做变化你呢。伊讲你甲你合作圆玄啊，我讲看你讲，叔啊，我圆玄我三十几年就回来咧等你啊。好，为什么？然后我都工厂嘛做圆弦，哦，是是是，我想过来和你等你啊，师傅笑了笑了，啊，师傅都甲华师宣布讲，圆弦就是有华号了，爱公司的名号做圆弦啦，哦，是是，所以就是圆弦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名，啊，这是在做啥，师姐？嗯，圆弦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在做啥物事？做一款布，哦，啊，有款的。卡网布啊，卡垫布拢有啦。哦，是是，所以已经做四十分钟在做这个对啊。哦，是是，那师姐去倒做无？哦，伊只能我八十一年来行到仙女寺哦，我规拢放互伊。哎呀，规心拢全部是。你也真搞，安尼拢甲接落来。啊，怎个阮查某囝在阮遮出去做吼，拢大家共伊做安尼啦。啊，今年到今嘛，恁几个小孩啦？四十年，三个小孩，啊，都拄啊两阿婆趁百外岁啦，趁两个新妇一个囝婿啦，哦，真好，啊，六个孙啊啦，哦，安尼真好真好，啊，搁趁百外岁，非常好非常好，这个是进入宗门，我们有很多的福报，尤其在我们啊成为啊老祖的弟子、师父的弟子呢，说真的，每个人呢就是。不是钱让我们快乐，而是呢家里平安，大家福慧增长，这种快乐呢是说不出来的。不过我们知道，就是说你较早是安那来个师傅哈来结缘的。因为迄阵啊吼，八十七年迄阵啊吼，我是八十八年去啦，而且俺工厂吼我少烦啦，啊哈，工课哩足济，啊做袂起，啊个工哩无够，嗯哼，啊大人讲我赚足济，啊其实都无赚钱，赚命尔啦。啊，搁辛苦了后咧酸痛，是是是，啊，都一个，阮高中因一个阿兄都，但生活素质四个兄弟啊，做演讲，哦，和美道场，和美道场，这兄弟呢，四位都是法师，嘿啦，啊，伊帮阿来来去，真的是做师傅啦，啊，我就去啊去拜，去讲，伊这只骨都酸痛的啦，做起的对啦，疲劳过啦，安尼啦，我讲啊，刚来只牌叫伊讲。你那个呢？后牙头啦，啊，唔是后一边后档啦。是是是，师傅去给你看工厂哇。也无管，伊就知影。我占卦就知道了。哎呐，啊，伊就讲，嗯，你这爱盖啊，无炉气柱啦。哦，冰气柱、炉气柱的对啦。伊讲，你做工厂在做的时候，哦，迄工人我那真歹。哈哈。你叫阮太太去管气柱，你咪才要修理。唔要哦。是是是，啊，问讲啊，师公，你改改，后尾有来叫一个去给我改，改就较稳定啊。啊，是是是，啊，稳定二十年啦。哦，稳定二十年。啊，总改了后吼，就三宝寺开始咧去啊。哦，是。啊，才有机会通去啊。是。为心生骄，尽忠贤，天下太平一万年。所以就是在讲讲吼，在民国78年的时候，是因为讲咱啊陈师兄啦，因为生疼做伤忝的。但是那时阵是足病的嘛，你怎几岁？伊阵啊二七八岁了呢啊。二七八岁就遐到生疼哦。啊，都
阿祖讲，你唔是酸痛，你迄个做了酸甜痛。哦，酸甜痛。我早是拢五点就起来做啊，是是是，做暗是八点嘛。哦，安尼啊。啊，所以师傅也帮你明了啦。有啦。嗯，那你七八岁。差不多啦，一七八岁啊，一七八岁，转到迄个，唔是做兵回来啦，做兵回来，做兵回来，二三四岁，无啦，种先开，先开蛇啊，开了，开了无成功，卖讲，无成功，卖讲。你有啥物款？你说迄个时阵，伊安那做做的吗？因阵啊是做东爱做，干两个去做东是爱做啊。是是是，啊，佮敢请工，啊，家己爱烦恼啊。啊，阵啊几个工人？因阵啊，青团阵啊，较做迄款的啥，迄手工的工，手工阵啊是较济啦，较济工啦。迄时咱都用，唔是讲自动化的吼，啊，即马自动化就较少啦，较少吼。所以迄阵啊，差不多爱上少嘛爱五十个工人。无啦，无较济，伊也较少代啦，伊也较少代吼。是，所以我想要请问陈师兄哦，你第一遍看到师傅的时阵。你感觉舒服的人，什么款？第一遍看到舒，感觉讲，啊，这个人都安尼肥肥啊，呢面笑面笑面，笑面笑面。啊，但是老头毛，老头毛安尼啦，好，安尼啦。啊，都这里顶啊，这顶那顶在那讲一个安那，跟一般讲笑过笑过，无一个无一个假就对安尼啦。无安尼假一个，安尼，我就是大师的班安尼就对啦，做亲和的就对啦。啊，哪讲过哪跟你笑安尼啦。啊！你都莫想我济啦，你酸甜莫想我济啦，我做就好啊啦，安尼啦，我真明明要做，看较开咧，安尼啦。是是。啊，讲我甲你叫一个，伊阵要停顿一下啦，讲你工娘爱有停顿一下，啊，我都袂晓。我讲阿叔，你来甲我看足好咧。停了，再讲无我叫一个去甲你看啦。啊，再叫一个去甲我看。啊，改伊看意思差不多啦，但是伊改是较好啦，安尼啦，是是是，改叫迄个演落去啦，是啊，所以讲迄个时阵就是啊，因为虎抬头嘛，虎王头，所以师父讲跟咱上课开始的时阵，虎王头的时候呢，就是兵妻主、奴妻主啊，做甲工人会甲头家娘讲，哎，你爱甲管起最华丽，我才要做，你嘛去管吗？爱去逛吗？啊啊！阵迄落多阿姨，大家互相咪，就工人的代志，无做袂用的，是嘛是嘛，轮落啊，啊轮落去，所以你就乖乖去逛去做，袂用，你才要做事。但是这改过了后，员工的和谐度什么款？改了了后吼，都有变啊啦，有变啊，该走就走，该就，迄阵啊改拜落，我甲师傅讲师傅。我改了工人走几下个呢？师傅讲啊，走就好啊。我甲师傅讲，你好，我都无好，我都无人啊。哦，叫无人。嘿，我甲师傅讲，你好，我无，你也无创啥，无差，啊，我都现无人啊。伊讲无要紧啊，有闲你搁倒转来啦。是是。啊，结果有两个无转来啦。啊，一个过年我搁转来。转来个性有变吗？有差啦，有较差啦。是。安尼啦，所以这就是安尼说啊，蛮。想完就先说，阿妈想阿济啦。是，没有错哈。哎，我想就是师父弘法到现在已经迈入第36年了。那我们知道就是说，很多的工厂呢，经由我们师父如是我闻的将这个妙法传下来以后啊，法师们、讲师们呢，就帮信众的忙，把这些工厂不如法的虎抬头啦、兵妻主、奴妻主啦这一方面的问题改了以后呢，就是像咱陈师兄啦、陈贤师爷所讲的，人造型呢，这些人呢，本来就是在里面呢，在欺主的啦，啊，这兴风作浪的啦，正确，正确啦哈，所以讲你的经验就是安尼嘛，对对，啊，搁倒转来，当然伊个性一定爱改变啦，才有搁机会吼转来，因为转来的人就是讲，外口无比咱较好啦，是是，啊，那个缘故搁转来安尼啦，好好转来都因为怎，咱嘛咧请无人啦，是。啊！伊阁转来，咱嘛好啦，啊，阁改就好，安尼啦。所以有关系，关系一点吼，咱啊，老祖实在足慈悲的，就是讲啊，你着感觉讲遮安尼哦，做无好，无你先出去。真正哦，我感觉是这样。所有的道场，所有的工作场合，所有的这一些的人，如果不认真的时候，师傅讲讲安尼袂使，老祖看人袂使。自然而然他就想要走了。对，对，这个这一点呢，我印证了很多人。对对对。好，熟悉的，熟悉哈。所以你的时阵了后呢，听讲吼，你的身体嘛好啊，哦，啊，过来就是讲员工的问题也解决啦，
啊，工娘咧做就加足顺的啊。所以迄个时阵，你拢定定安尼一只高人坐的车开咧，就去先锋市找找师傅。对对。什么原因来找师傅呢？就是酸痛啦吼，啊，无你怎就这个过礼拜休困日哦，较会去做事行行的啦。所以讲，较早礼拜拢家己伫做啊。啊，就啊，后来需要行行，头一下空气安尼啦。是。啊，到81年吼。是。书，阮迄阵含书拢定出去啦。是是是。啊，出去为后里过，即个个三宝街边一条路去。嗯哼。伊讲，呢，只要一个黑咯。哦。孤黑。伊讲，伊在讲一个种真妙地代志，咱不要听咧。咱咧听都阿袂甲遐。嘿，伊讲。嘿。只孤咧叮当哦。哦，是哦。嘿，啊，若去哦，掂去吼，还阁等几啊百年哦。是哦。安尼啦。嗯哼。他就讲啊，无恁想办法去甲买啦。嗯哼。啊，阮都。那个时阵，恁的三宝寺还没成立啦。啊，未成立。是是。啊，就想要来甲买，迄阵是81年啦。是。我要买去咧，地主讲无爱买。哦，卖袂哦。伊本来地主的厝边嘛。是是是。伊都对迄地都，天公都看咧，都天看咧，都感觉伊偌水咧啊。哦，是是。我甲师公师娘伊讲无爱，伊讲无要紧啦，因来交地来啊啦。哦，是。我就伫等。嘿嘿。等超7-8月啊，迄阵感觉超菜两遐大粒啊啦。哦。啊，伊就讲，师傅就伫先入这个灵寮，敲电话讲，今日去改，就中人去买，一定会成的啦。哦。我想奇怪。师傅太厉害了，嘿。两三个月前讲买，即马去就会成，啊，即就去到买，一早就成啊啦。哦，是是是。啊，即就三宝鞋，就是伫遐啦。迄个时阵买几瓶？正点即马袂点，等于正古迄位是是。迄个个我讲四分地啦，是啥千里平啦，啊，即马大雄宝殿这边是7分地啦，七分2000多平啦，安尼啦，哦，啊，就想买正殿，啊，迄个旧个迄位，啊，再过来再买进啊大雄宝殿这边啦，啊，中有人一住哦，地主唔卖啦，啊，我咧讲师傅，迄以后会卖啦，迄庙地咱卖想啊济啦，咱紧起好就安尼啦，嗯哼，啊，就买啊，啊买隔几工我讲。奇怪，我嘛是，我最爱穿这个头发，袂讲，啊，你都无爱买，啊，怎么奈？反正两块块要买，安尼啦。啊，我就去甲问讲，你啥那要买啦？嗯哼，算老地主啦。是。讲我都进前几工吼，都伫个山坡地哦，较加只咧铺草啦，铺一只歪菇啦。哦。歪菇，伊讲菇伊个通个土边边吼，啊个也多变。伊都袂走去啦，伊讲中昼顿下食饭吼，再不个就爱放啦。哦，啊顿下煞无去啦。哦，久无去。啊，无去就好啊，伊讲无去就好啊。啊，就过铺第三工伫上山顶啊，伊上悬迄位，有一个水窟，悬超2米，跨超3米啦。嗯。讲你遐讲，迄只菇伫底啊啦。哦。啊，伊那变过来，唔知。唔知，伊讲唔知，啊，我伫甲看只菇，那伫东边甲看，迄只菇就走东西边甲看，菇就走西。嗯，愈看心情愈。这菇本来伫遐徛伫咱来到山顶高头来看咧，是，就真爱叫阮就对啦。啊好啊，要来买，安尼沿伫遮啦。哦是，啊这个印证师傅讲的，迄个所在是只菇咧叮当啊。迄个气咧，菇，迄个菇迄就对啦。哦。啊，佮看的所在，即马树啊种也较无啊。是。看的所在就，佮是足成菇咧啦，足成的啊。哦，是是是，安尼啦。所以像咱来三宝是阿袂。起见嘛吼，啊，这个典故呢，可能足侪人唔知影吼，但是我拜公吼，师傅讲哎，知名一定要找三宝寺后里三宝寺的我们的陈光雄先生啦，啊，来恭赞老祖先机吼，真正不简单啦吼，拜谢。为新生教尽忠贤，天下太平一万年。那所以说哈，安尼了后。我听讲你为着要起咱的这個三宝寺啦，这个土地买到今麦安尼吼，哎，真真的，你走10几年，咱这所有拢合法哈，是不是安尼？今麦是上尾也好啊，就是建筑物还袂合法。是。因为建筑物我地甲变更好哦，要甲装好啊，伊种个种我都无接啊，95年我都退来后壁啊。我是这个地甲变甲正常，变做庙地安尼都啊。100年完成啦。哦，安尼阵啊来来去去，安尼走来走去办这代志，安尼偌久的时间？头尾拄啊10年哦。哦，头尾10年哦。94年，三个吹鬼落去办嘛。嗯哼。啊，伫办就办啊，到
台中市甲台中县甲伊阵啊，甲冻两年无办啦。哦，是哦。冻两年无办啦。哦，好好。啊，阵要办的时，这里个咱叫一个师兄哦，建筑师邱师兄。哦，邱诶，对对，我们圆泉法师。伊讲假讲，伊阵伊在读地上，上紧啊七年八年啦，无讲遐简单，因为咧公家吼。也是。讲起来讲，你要行后壁门，伊唔敢收啦。人伊足专业诶啊。嘿，啊要照簿来。一定要一个程序啦，吼。嘿咯，安尼啦。啊，又甲我讲一句啊，我讲，你地若变更好，要变更厝卡吼，建筑物啦，你甲我讲，我尽量甲你当做。是。啊，但是即下我都变做我都无机会，既然都走啊，都换别人去接啊。哦，是。安尼啦。所以那段时间你来来去去的时阵，师姐，啊，伊拢定在无用这代志，啊，工厂拢放互你。怎啊？一代是无用，我是讲咱。啊！伊都只要做，啊，咱工厂也顺是顺势安尼吼，啊，咱都真实会真心来做安尼啦，会专心来去做吼，做咱老做的代志，舒服的代志，这嘛是为众生来做嘛，所以你嘛是想了真好啊。嗯，啊是讲啊，都只要做，啊，咱顺啊，会真心来做，啊，咱厝过好就好安尼。哦，是，所以讲吼，其实一块宝地要把它起建起来，让更多的信众来修行。这也不是那么简单，而这个宝地呢，其实呢，我们可能师父说，在天界可能已经有几千年，就是注定这块地要来起建了这个我们的道场的。因为如果这个宝地给一个人他来住，可能是我们家家属那里啊。但是这宝地那是给咱的神佛、给咱的老祖啊来这起咱的道场。你看嘛，现在应偌济人，尤其是我们后里道场三宝寺不简单呐、啊，这是咱的梵呗学院哦，这所在，而且呢，弘扬老祖师尊的妙法，真的是很殊胜的。所以您是大功德啊！无啦无啦，而且我该当爱做的啦。是是，啊，你现在走来走去，有感觉这困难的无？迄阵哦，八十一年甲买落去嘛，啊，八十二年二月十九吼，师就宣布讲要来。破土啦，啊是，动工啦，啊就讲去摘啊，就是要来三宝寺，破土，是，啊，迄个倒买大凡寺啦，因为大凡寺甲三宝刚完买，刚完刚迄个时阵买啦，是，大凡寺是买一家啦，三宝寺买加一啦，刚迄阵买安尼啦，啊就讲这两工要，这工要两位就对啦，啊就，就咧，迄日就买。八十二年二月十七，我就去整理环境嘛吼，啊十九日就要破安尼，破到，迄早就伫遐办，办啊超十点，刷，上紧刷，输甲大师兄进嘞，要来这个个大凡寺，我想奇怪，啊，你讲要早是要怎开，摕给阮看，你睇，今晚咧话要走啦，啊走就走，就好安，是嘞，啊，甲有一段时阵。师大和大师兄就先去大凡寺啊，两台轿车先起来啦。啊，阮后里有五台轿车，就去传烧土、烧米啦、啊花啦，规个传好吼。因为说大师兄伫龙潭寺当做站长啊，无法通发到济啦，啊，我传起来啦。提较慢走一点钟起来，东路个速公路堵车啦。啊，阮袂得过啊，人输过啊啦，啊，这个也神机妙算啦。哎，是。我就讲，这乎你真会搞代志，人伊知影啦。是。啊，等下阮过去，人大凡寺佛陀庙啊，师公好来，佫拜拜了嘛，好来佫拜，啊，就当拜。啊，朝四点外，师公两三点钟，师开口两解啦。讲要了后里，互后里人请啦。后里调角，调角，一般拢调到种做戏啦。我讲后里，我都少不。都很多无，那可能有啦。第一摆讲，我想我唔敢应啦。第二摆佫讲，啊都很无，你跟他说讲有安尼啦。啊，第二摆讲说，迄阿我师姐吼，应该你婆婆捌啦吼。用大来恁了，我讲，三点外也袂去，我食饭我哪发多啦。你应好就讲好啦。我找食错，讲我怎啊唔知阿师啊食错咧讲。你讲好就我讲你食错食菜安尼啦，啊就好。是。好时就是。伊讲好，啊，就讲较晚要留太吉，互咱看啦。啊，伊讲我煞要过去桃园港看一间工厂啦。啊，煞阮就落来啊，转来时有啦，啊，就办五桌啦。啊，三桌先食，啊，输两桌就是桃园桌转来才食呢。哦。迄摆头一摆输去我遐啦。哦吼。是是是。头一摆去我遐呢。哦。就是安尼啦，安尼安尼演结啦。啊，无阵啊，
比我较熟悉嘛，足济个啊。是，所以真的哈、哦，结下了好缘了哈、哦。就是我们想要套一句呢，南啊圆玄贤士呢，一说共为威哈，师父是神机妙算的人，而且呢，师父不是咱普通的凡人哦，他是跟老祖师尊呐、啊、天人合一的。所以呢，也就是我们要共赞我们王禅老祖教主的天威啊，真的非常的感恩。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王，故我稽首顶礼。至于呢，我们的圆玄贤士呢，他有很多还要跟我们谈的。哎，三宝是与我，这里面到底有什么玄机呢？我们还是会来继续请我们的陈光雄陈贤士跟陈吴阿庄贤士呢来跟大家分享。今天谢谢两位来接受访问，谢谢，感恩，谢谢，感恩，感恩，谢谢。同时也感谢收看老祖先机，祝福大家，阿弥陀佛。